现在场超多了，现在才一点半。啊，他们现在在做鬼屋生活，自己手工 DIY 的感觉也很好，每次有特别的东西，每一次现场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很欢迎大家来看。大家知道今天是来干嘛的吗？今天在发这个发礼物时间，在忙什么？每个人都会有，那么厉害。哎，大家听好哦，我只讲一次哦，这个是六爱禅师的钱，等一下会拿八块，你等一下要过炉也可以，回到家之后就是把它丢在，你可以丢在房间里，你就是踩在地上，哎，你就可以走。他不喜欢有人在的时候，所以你要离开。你丢在房间，丢在自己的客厅，丢在办公室都好。按那个三角，餐主就会去吃，他会用伸舌头做啊。我的事情结束了，等一下虎爷下来，让虎爷加持这个，然后还有钱，然后你们等一下把护身符给虎爷。从这边开始好不好？然后这边的人好了，再帮我往外走，从另外一边进来。今天是我们帅气的霸道总裁，大总裁神，好的，钱包，打开，钱包打开，哎，开始掏钱，开始掏钱，打开，打开，世界。OK， 然后我们要请小帮手来当这个现场的人，就是一个官员成功的一个过程。官员成功里面所有的移动都是我要去那里就去了，这是跟瞬间移动。你只要心里想我要去哪里，你的画面就会出现在，可能会看到任何东西。但还是一样那句话，就是请求神明带我去我的愿成功。那你们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会不一样。如果你们有看到的时候举一下，我们就会去引导你。